吃了了呀，这款情形就虫虫啊出了了去。上班啦，关乖啊，囡仔哦，关国海对，拢伊阿嘛袂歹，到位安哦。但是薪水是无讲真悬，但过伊阿哦，囡仔过会对，伊个囝，即阿公阿嬷无留起阿管。我下会过一日，我下五斤重阿哥，阿高哥含当住了。就爱去教会吼，教三个囝才教会着，无伊要怎做？啊，做阿嬷无怎管啦吼。啊，遐阵上大汉的拄来读一年级，吼啊，细汉啊拄四岁尔，无大啊，为台中转来啊。遐阵啊，伊转来遮的时，没有劳保咧，五因阿爸爸早三万无够，我六五万几，啊，才生迄个十步，生了十步才做袂来。你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啊，成功了。没了，这个叫了。啊，要买什么？哎呀。趁钱赚钱。叫跟你赚钱。算给他打八折的。要六百钱。其实最大的难处应该是情感那一块，没有很不容易得到一些，应该那个环境吧。所以我回来宜兰之后，我一直很希望，可是还不知道怎么做，希望可以有一个类似小团体吧，一个支持性的团体，那就是像朋友一样，可以成为那个倾诉的一个支持的，彼此的支持。美丽九年多前因为婚变，带着三个孩子从台中回到宜兰东山的家。美丽是个基督徒，平常会到东山车站旁的长老教会做礼拜。牧师他知道美丽的状况以后，就找美丽来担任教会中以林家庭关怀协会的干事，让他能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抚养他三个孩子长大。过意不去，所以他就告诉他的同台说，好，你们先上飞机。那结果有的时候是不能撞的，对不对？一撞可能就会烂掉，所以他就看到一个瞎眼的女孩子。他在郑中仁牧师目前是教会的主要负责人。东山长老教会1952年成立，至今已经63年。15年来，他致力让教会成为社区的支援，除了敬拜外，教会还成立家庭关怀协会、新住民服务据点、弱势孩童的客服班，以及最有特色的以林全员小铺。5年多前，牧师为了让客服班能照顾更多的弱势孩童，成立了以林全员小铺，贩卖各方捐赠来的二手衣物、书籍与文具等，来开源筹措客服班的经费。就是，我们现在有个 LINE 的群组，然后会有，然后家长就大概
牧师有个想法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有一个类似商店，一个平台吧。而目前由美丽管理以林全员小铺。另外，在2年多前，小铺开始建立贩卖平台，也帮助原住民教友寄卖他们种植的水果，而不跟他们收取任何费用。现在由于科技发达，通常现摘的水果从产地直接运到小铺后，透过网络群组，很快就会销售一空。而当时小铺会开始帮原住民卖水果，是因为牧师娘听到一个原住民教友在台中环山部落种植水梨，由于他听信平地经销商的建议，延后销售可以提高价格，于是把水梨冷藏在平地经销商冰箱的故事说起了。山上辛辛苦苦栽种下来的水果，然后因为没办法一下子就把它行销掉，然后就放在冰，寄放在那个冷冻库，然后冷冻库的老板又说你这样寄太久了，租金一天多少钱，然后到后来变成他那些东西都变成是那个冷冻库的老板的，因为他付不起那些租金。一些平地人又会因为这些原住民不会计算，不会怎么就是不会理财，然后就欺骗他们啊，后来就连土地都被平地人给吃掉了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就觉得说，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帮他们，既然是大家都朋友，然后也都认识，然后又有这个机会，为什么不让他们直接采了水果，我们直接帮他们行销。所以我们的教会大概就是这样在卖比较原住民的水果啊，水蜜桃或是梨子啊，或是甜柿。那大南澳那边就是以前是西瓜，那现在都是火龙果跟百香果比较多了。啊，这个邱长老他是茂谷柑，或是其他的橘子类的。一半较过是去哦，中半乡北去啦。哦，所以阮得到无偌济牧师迄款替阮的想法啦吼。啊，这个小路又还真惊人吼。阮伫去年，阮大概有烧到我要20间的教会。啊，因虽然毋是烧真济，总是至少对阮有真大的帮助吼。耶稣安全在家里，在家里教会，教会都有你的保护，都有让我出入平安，让我在学习上，谢谢你的看顾，与我同在，更感谢你让我的长大过程中有人可以陪伴我，可以陪伴与我同在。郑牧师说，参加课补班的学童大多来自单亲、隔代教养、中低收入户等家庭。除此之外，只要是家庭经济有困难，家长无力支付安亲班费用的学童，透过以林关怀协会的家访，也能让他们参加客服班。客服班一学期收费只有500元，提供星期一到五的课后辅导，还会提供孩子点心或晚餐，
这样的收费当然无法支应客服班的开销，幸好有社会福利机构的支援，再加上以零学员小铺的收入，才能让这些学童能在客服班有良好的照顾，减轻许多家庭的负担。我给他捡一件外套嘞，对啊，你俩一起，对啊，我客服班做久了，就开始发现家庭教育，那再就发现新住民的问题，啊，就这样一直下去。所以现在可能新住民的问题也跑出来，所以开始关心新住民。那接下来可能就是老人的问题，这是教会在教会有一个期待啦，就是教会做的事是希望对这个社区有帮助，然后教会可以成为这个社区的祝福嘛，这是我们教会在做的。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事工跑出来，是这样。非常谢谢牧师还有整个教会给我很大的空间，就是除了让我的该做的事以外，然后去慢慢去做那个关怀跟陪伴。那个当中我觉得好像看到是我们在付出，那是别人认为，可是我后来越来越发现真的不是耶。就像我们有一个阿嬷，她是一个爱我的阿嬷，然后去陪她一直到她在你病房到她离开，那个一路上我越来越发现说，当我们去正视别人的生命的过程的时候，反而会更珍惜现在所有的。